什么呀？六六二七二九。还给我。这什么？还给我。臭脸。还给你，破纸一张。金翔，你每次来我这儿的时候，能不能跟我打声招呼？你知不知道这是私人场所？你把枪还给我！那是我的枪，你还给我！让我看看你的练习成果。看就看。开枪之前一定要打开保险，这种枪的后坐力很大，必须要加强力量训练。你的斗志平时都放在家里吗？我不用你管我。什么情况？怎么了？干嘛要来这儿喝呀？在你家喝不好吗？你觉得那个家还能待吗？那你也得赶紧回去啊，总不能让一个小姑娘占山为王吧。我问你，他那把枪是不是你的？我没记错的话，那应该是你的私人收藏之一吧？你可真舍得呀。要不是你，我能舍得吗？她一个小姑娘，可怜巴巴的来求我说想要把枪防身用。我一想，是啊，我也不能天天看着她吧，万一日本人又来了呢？她有把枪还能派上点用场。日本人来找过她？